事隔两年几，终于都可以再次飞啦！今次是去香港人最热门的泰国曼谷，两年几冇嚟香港机场都真系改变咗唔少喎。期待咗咁耐，终于都准备上机出发啦！两个几钟头后，泰国曼谷见，终于嚟到泰国曼谷机场啦！第一时间梗系去办理入境手续啦。因为保安关系呢，入境过程就不可以拍摄给大家看了。当日人流不算多，五分钟就顺利入境，都挺快的。等了一阵，终于都去拎行李了。拎完行李第一时间当然就是去唱钱和整上网卡啦。机场唱钱一般都会比市区低啲嘅，所以我多数咧都会唱500至到1000港纸，大约就有4000几泰铢应付搭车同埋上网卡嘅需要，唱几多钱就睇大家嘅需要啦。落到机场楼下一层就系唱钱嘅地方 ，Super Rich 当日汇率系4.44，其实间间汇率都差唔多。呢间汇率都是一样4.44。唱完钱当然即刻嘅换翻张上网卡先啦。而大家多数电话上网咧都系5G 嘅，4G 应该都好似仲有，视乎自己电话嘅需要而去买啦。来到曼谷，我第一件事当然是来还神啦。时光两年几没回过来还神和拜神啦。Central World 商场对出就有爱神和将神。当日晚上都不算太多人，眼见都是泰国的本地人。拜完神当然就是去吃晚饭啦。这间是位于 Central World 商场七楼，主打就是吃韩式食品的。虽然说是吃韩式东西，但是一点都不普通的。这个披萨是店铺推介，是用猪扒切条而组成的，又出奇地好吃，没什么中伏。另外呢就点了这个 set， 这个 set 令我吃到停不到口啊，就是这个了，是用蟹肉、蟹汁和蚝汁煮成的意粉，是餐厅必点的菜式之一。而这个熔岩芝士虾亦都相当好味，一啖芝士一啖烧过的虾，吃落口简直难以形容啊。唔讲咁多啦，开餐先啦。这个就是我介绍的意粉了，真的好吃到停不到口啊。这一餐晚饭我相当满足，埋单都是1322匹，折合港纸约287元，饱到吃不完啊，最后要打包回酒店。
食饱饱就当然落去 Central World 商场楼下行下啦。适逢十二月接近圣诞节嘅关系，商场楼下有好多圣诞灯饰可以俾大家影下相打卡，场面相当热闹同多人啊！眼见都系泰国本地人，暂时未有见到太多嘅游客。